跳进去，嗯，哎，一个是你进去，我不进去，我不跳进去，他就回来了，就回来了。到了第二天啊，说，哎呀，那个师兄已经死了，哎，死了，哦，哎，昨天和他一块出去的嘛，怎么会死了？哦，他进去了，以前那个就不是说，他的姑娘是几个猪了。跑到猪笼中，猪后面去了。你看，说自己跑进去。他到那个时候，忽的变化，从他看见是个漂亮的姑娘时，他一脸啊，说眼睛都改掉，眼睛都改掉，那就变化了，变了。嗯。哎，他有这个眼睛都改了，就看到是漂亮的。哎，你看奇怪不奇怪？这个五六的这个嘛哈，五六的这个修啊，这个能简单跟我说一说。我们现在修都是有肉的，那什么是五六的这个？五六的有肉修到五六，你不要听有肉的，然后到五六。什么叫五六啊？就是把你的一切妄想、妄念、执着都漏光了，叫五六。不是修个五六，就正到五六。你现在有妄念、妄性、妄想、执着，赶快不要动，一点不动心了，从有漏到无漏了，就是一点烦恼都漏光了，叫无漏。还有烦恼性质还是有的，啊，你不满意就烦恼了，啊，光红，不是有漏吗？哎，你也没有了，什么事都没有了，是吧？没东西漏了，叫无漏，没有东西出了。叫无漏，就从有漏修到无漏。你怎么修无漏啊？就是叫你去放手，一切放，一切不要执着。所以叫无漏就是道通。哎，你还有漏就不是道通，就是你还动心，你还有所执着。你还有烦恼，那就是有漏，有漏之理。师父，这个我们说说无人法门怎么回事？刚才没讲，但是我不理解。这无人法就是悟道。我们佛性根本是不生不灭的，一生生啊，没有生哪有死啊？人这个人是认可有这个定力了，人苦就是再苦他也不苦，在地狱他也不苦，在牛天马后他也不苦，就忍力，就是忍的力量，就是人苦。这个法身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事项都是假的，我不接受它，不领了它，就没有苦。你接受它，你就苦。人苦在就是不动心，无人法忍，就有这个力量，才能够证到无生。就在六道尽管走，也是无生。不是做了这个界外净土不动叫无生。人苦有这力量，比如我们说现在你们一念不动处，两人分明就是你的福性，你认苦吧，你肯定他吧，你肯定吧，你不肯定啊，还有疑惑，就是没有人，你没认苦，哎，人不是忍住他，别动啊，别动，不是的，就也是人的认，认是认，认可啊，我肯定了，是这个真，这个是真理，是怎么回事？一点不疑惑了，不动摇了，叫人，叫无生法忍，这是许可。但到这里当中，叫你无生法也不可得，叫对，叫你一个无生法在。还不是人，哎，就无人法也不可得。
小无声翻的。无声法人比如我们修个法，哎，说这个法在成道，这是无声法，是吧？你还有法在，就还有法界在，就不是人。哎，就是法界没有了，那就是人。哎，就是人法两空啊，光是人空，法不空不行啊。人法两空是本心。就是自然状态。哎，自然状态啊，叫无声法忍，所以提观立观的时候没法忍。大菩萨了，成佛了，大菩萨，成佛了，所以不可以动。哎，佛也不可动，成佛。是不是跟有句话说"一切圣人与无为法"有差别？这个也无为法有差别。哎，这个怎么那个？就是怎么还有差别？哎。圣人不是菩萨有位置吗？哦，就这个位置。四圣涅槃，罗汉还算圣人了。嗯。罗汉、辟支佛还算圣人，四圣嘛。四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叫四圣，嗯，是吧？嗯。哎，不是有差别吗？嗯。咦，那没差别。哦，对对对，就这个差别。嗯。这个差别实际上还对制作的东西的轻重。那对呀、啊。嗯。无法有差别，谁差别？不然。这不叫四圣啊，有四等真人啊。哎，师傅，先去吧，去找吧，你放好了，你放好了。那个，听上次讲。所以，外国人啊，都来研究。所以美国有我们宣化上人在那地方万福村，很多美国青年男女都出家了，这外国人啊，比丘尼都有啊，他们也学佛法，也研究，他们就知道我们学佛法就是那个禅定，现在我们念佛法啊，念这个符号就是个禅定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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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念头不动了吗？就色心一处，把这个心只一个地方，就无事不办，一事就可以成办。再这么事就 OK， 智慧之后，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不是我们说有神通法界吗？什么天眼通啊，天耳通啊，他心通啊，神智通啊，宿命通啊，有五种神通啊。神通是我们佛性本来有的，本具有的。现在为什么不能发挥呢？不能发现出来呢？就是我们有妄想颠倒，说起来就是贪嗔痴慢疑很多，贪得无厌嘛，样样要，要的是核心少。不满足，人的发财一万有十万、三万、百万、千万、亿万，啊，一亿还不够，要多少亿？没有满足的事，贪不到了，失败了，嗔恨心就起了，啊，嫉妒人家，人家成功都不成功，这嫉妒来了，这都是由于痴、无明、没智慧，不知道这世界一切实相都是假的，当真的，想为追逐，不知自己的佛性是真的。佛心真正打开来，就是这几种通都是有的，就天眼天啊，他眼说明是都具足。不知道打不开来，包裹就像今天天比较阴嘛，无明后把太阳遮住了，遮住了光明放不出来了。不是没太阳啊，太阳还是有啊，无明后了，就我们都有佛心啊，不是没有啊？妄想颠倒执着执着，贪嗔痴还太厉害。人还有功高无慢，都是无高，你都比我差，个人都这样想，啊，功高自己好，别人都差一点，疑，时时刻刻疑，哎，这是对吧？可能是对吧？可能是假的吧？佛说的话是真实不虚，这些科学一昌明一发达一证明佛说的话真实。举个例子，从前佛说。人看一杯水，这杯水佛是千万种，
这里面都是细菌、寄生虫、微生虫，很多，是吧？现在人有这个行为就发现，发明是哦，看看这里面真是多少虫啊，是吧？虫也不肯听嘛，哪里虫子我也看不见嘛。或者说天空中不止一个世界太阳啊，太阳很多人，很多世界人，有两个世界，副世界、强世界，又是很多啊。那么现在这个天文台的望远镜发现，哦，好几亿光年之后还有大行星呢，光比我这太阳还强呢。证明了吗？对的，是吧？所以说，女人肚皮怀胎。一切第一切是怎么样，第二切是怎么样，第三切怎么样，现在人看到哎呦不错，一点不错，一个最明显大家能够 证明的，不用这个科学家用望远镜显微镜去看，就是男胎女胎，男胎面孔都是朝下出来的，女胎都面孔朝上，对啊，不错啊，什么缘故呢？哦，说出来就难为情了，都是我们的人引诱心中都想进去的，是来换下这个女儿，搬转进去，没光所向。他换下这个男人，我就是叫女儿抱着男人，他说没光所向，这种缘故啊。哎，看看，说的激动。哎，所以佛就指点我的迷津啊，我们都迷了，大家只晓得外界要很多了，多多一些，不晓得坦德无要是个大孤雏，自己个大宝贝呢，你不知道啊，所以赶快用功打坐持咒念佛号，把这妄心卸下来，卸下狂心就是菩提，妄心下来，这是真心放光见到。哇，你卸不下来，就等于水起了波浪，好了好了，好大波浪，那么波浪，这个波浪停下来不就是水吗？所以说我们自己修护法就是把这心卸下来，所以说水住哎，肯定就知道了，我有病了吗？有病了，住不住吗？啊，不行，心清净啊，它就好了，因为这个妄念就是真心。真心没有真心没有妄念，就是没有水没有起波浪一样的，所以妄心就是真心，把它卸下来就是，所以现在做功夫就是卸下来，把心卸下来，所以一切法都是一样，一切法就是目的卸下狂心。现在像我们的话要是心灵真爱还是什么的都好，你喜欢念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佛说法无法可懂，法等于是药，人生病了是什么药，就对其说法，就对病下药。哦，你喜欢念佛，好就念佛吧，你喜欢吃肉，啊就吃肉吧。那你自己怎么知道呢？自己就有知道，就念佛很舒服，很相应，一个念佛他吃肉很舒服很相应，那我就吃肉就很相应。念佛持咒一点分别吧，也有一点分别，不是毫无分别。因为念佛符号属于外表，它的名字，比如叫张三就张三张三的名字，都心不相干。咒是佛菩萨在定中将自己的心化为符号，我的心用这个符号来表示，就等于我打电话用的没电码。打电报的马，电马打过去，对对对，哎，手印呢？手印是电视机上的天线，相当于这样子，哎，沟通我们的心和佛的心建立起来，佛法说过去了，所以力量也不同，啊，哎，比念佛的那个力量也不同，哎，不同，比念佛的力量大，啊，就这样子。我们一开始要是念咒的话，念什么咒啊？都可以念，比如说你们现在一开始有空就念华严，念又是大明咒，很好，或者念阿弥陀佛心咒，阿弥陀佛心咒，阿弥陀佛是名字，阿弥陀佛因为是咒，其他的咒，这个多得很啊，是吧？罗氏大明咒可以念，哎，罗氏大明咒很方便，罗氏大明咒经验方便，就这个念华严。
是吧？平时、嗯、平时做别的事情也可以想这个事，哎，也可以的。好嘛，你妹妹好嘛，做事情也可以，啊，你像淘米烧饭都可以，啊，小孩子年纪很好，哎，冷静点，哎，好嘛，你妹妹好嘛，你妹妹，欢迎。都好，好、哦，这个是四臂观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四个手臂的观世音菩萨，加庇我们。尤其在现在啊，多灾多难的时代，现在一些地震了、啊，一些洪水了、啊，一些发飓风了、啊，是吧？一些干旱了、啊，多灾多难时，多学这个法，有菩萨的保佑加庇。可以很坚强，哎，很顺利，啊，所以这些灾难可以化解，非常好。法无定法，本来法昧，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佛不是修成功的，本来是佛，大家可以不知道，不知道是佛，知道向外求。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贪得无厌是吧，还不知道自己错不知道，对佛出世底心，你们都是和我佛一样的，都有这佛性啊，你们不要求啊，求不到的，你花毕生精力去求这个事情，到结果还是两手空空走，要也带不走，对吧，你求不到的，一些事情是随缘啊，所以一人同样做样工作啊，一人成功一人失败是吧，最明显的像我们有两个朋友都开饭馆，一个人就很发财，一个人就倒霉，就是就失本，啊，一样的都开饭馆了，哎，他有他的缘呐、啊，他能好生意好赚钱呐、啊，你就没有这个缘，开出去就不行是吧，所以我们一句古话叫做成事在天，谋事由人，对、哦、做这事由人的时候成不成啊，在天什么就是缘，就是你有这事的顺利，各方都来啊，制作你帮助你，不要不要紧，你带过去，哈哈哈哈，这么好呀，他就是经常心不定神，整天想要命、啊啊、小孩子呀，是不是他小了，他九岁了，九十岁的小孩子还算好点，你看做了很多时间，确实不简单，对吧，已经做了不少时间了，做了不少时间了，对，小孩子做不住呀，都是好动的，是啊，他可以，他可以，哎，有点心发，那怕我，他经常到那个佛堂要背佛台，哎，婆婆叫他背佛台，背佛台，他是到哪跟我们出去旅游要好的嘛，到哪有教育菩萨地方背了，哦，背了，有时候我们会注意他就去背的，他就背得很认真，那虔诚的很，很好，哎，你说一背。罪名很伤啊，你说一拜都得打好啊，拜佛有好几个作用，哎，好几个作用，业是这份五脉，人都是五顶好五顶高，那个理会有小人这份五脉不要一个人高、嗯、把更高的心就给这份就很高，二有虔诚，心虔诚之后，心空中，空中之后，一切罪都不算。有心生，这种种障生；心灭，这种种罪业。心没有了，什么罪都没有。因为一切事情都是心动不造的，心不动它不造。所以我们四句话：不是所造所恶业。从前做造业，往昔所造作业，往昔过去所造的作业，皆由无始贪嗔痴，皆由不由。哎，什么时候开始啊？没开头时不知道。贪嗔痴啊，就是我们有福性的时候，就有无明。
他有个牛舌的两只脚，脚的样子就是两只脚，不是一个脚对一个脚。就有我们有这个苦性，就有不明，就活和死，合了一块，就生命不生命合了一块。不生命就是我们的福性，啊，不生命，生命就是无明，无明和无明福性合了一块。不死贪嗔痴，贪嗔痴就不灭。是从生一直做生，生可以造出来的因啊。这个生杀不是要生起来的啊，道不是要生死的生，因都生起来的，都身体做的。我们的口有四种部分。两舌搬动是非，怎么讲的，你怎么说的，他们搬动是非，是吧，就是两面三道是吧，恶口骂人，是吧，什么脏话都骂得出来疑语说讥讽话，调皮话，讽刺人家，是吧，防御欺骗别人的是吧，所以这个口有四种部分。意我们的大脑的意义，意义是贪嗔痴，贪嗔痴都是动脑筋的，所以我们这主这个生灭就这些坏东西，不生灭说不行，喝了一口造业，生与意造的业啊，这个大脑思想啊，这生与意造的业，所以我们一切都忏悔，不要动。所以拜佛的时候啊，恭敬沉静，心里没有了空虚，空静了，生与意都不动了，所以这个业障就消了，这消业障就是辛苦。所以我们时时的念佛的目的就把心要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空不动，这一个符号是别人没有的，是一切法都是这样子，施咒也是这样子，忏禅也是这样，忏禅是要忏化这个清净心，比如现在忏的都是念佛是水，你念佛啊，你阿弥陀佛，我谁念的？无念的，你还这么说我啊？哪个是我？身体是我吗？身体不是，身体要是我一口气不能生在，他都不能念了。嗯，身体不念了，是吧？身体不是什么都是我，思想吧，思想，思想也不是，思想本来没有，思想是客观物质的反应才有。没有客观的物质，没有思想。这话不是现在发明的，这是我们佛教的思想。这佛教从前，这释迦佛之前那个佛，古佛叫毗舍佛，这个佛教说心本无生，因境有。心本来没有，本无生没有，因为境界客观境界有的。这句话是抄的我父的话。这是这样讲的。这是这样讲的。这是我的原因。你的什么意思，是无声的现在。哎我这会有意思。是吧，所以我这是客观的，我这反应的思想嘛。那么好的思想也不是你了，我把你否定起来。身体也不是思想，什么是你啊，就叫你这张菜。大一大啊，这就是谁了啊，得不到这个问题，不罢休，这样子一猜不是别人也不动了，是不是，就是起这个作用，他就一听到我也想这个问题，哦，都想这个问题，不能做谁他都想，对，都想这个问题，突然有一天我们都讲对哦，他讲你哦，原来是这个，
他不去写没错得嘞全部费功夫哦呀这种我也不知道抽进一个和尚是吧住了山上的有烧饭的哎呀壶都没有了有烧壶壶都没有哎呀到山下跑多少年跑多少年跑一个壶桶来引起了好烧饭回来时抬头看哎呀这个佛殿里挂了一个长明灯啊灯就是壶啊哦他开悟早知灯是壶饭属于肚食哦饭属于肚食啊无论也讲这地球话的啊什么哎，这个灯就是火嘛，我点点就是，还多，好有火的。啊，就像我们现在，哎呀，这个父亲再没你不知道，还要这样去找，那样去找啊，念佛啊，吃这啊，就是嘛。实在不要，你在这里就好。这个什么方法？这个是。啊，什么方法？你能看见是谁？能看见是什么东西看见能听见什么东西听啊这个是你的父亲的作用吗这个你们放光还不知道所以他就问哎早知等死活吧就等死活吧这个父亲在我面前放光还不知道是吧不要想外界回望一照啊回望啊这是我的父亲那么你就放手了知道不会花心你还要什么什么都不要了一切都不要了不成道了吗你一切都不要了清净空净了你的神通就发现了天眼天眼他就说明神通不同其实是需要得道通需要得道通需要道通啊是漏尽通就把你所有执着妄想颠倒都会过请问什么地方现在我们已经不懂三境是假的不行假的行逆境假的不行行动要六境都要到了他不得烦恼了都是假的有什么东西可得不得是吧哎他放手了人怎样放手就叫放下屠刀立地成哎你不放怎么成佛你有追着执着都是遮盖你的本性光明退不出来这什么不行就能放手是真悟道了早悟道切死可以哎早上听得到哦明白了晚上死不要紧没有遗憾不死你这三件是假的身体死我的这个父亲不死他不死他没有死人家怕的像这些小生命啊像这个小鸟的时养不好死掉容易不太好啊太阳不好但死是要死的能也要死的对吧就这些鸟小动物就是有一报畜生道的是六道轮回嘛天人修地狱乌鬼畜生之畜生畜生道它寿命很短是吧最长的是轨道啊这个轨道上面比人生的长度各多少倍啊你看开十三陵水库啊北京啊水库来工厂哎呦怎么皇帝走出来了皇帝走出来那个十三陵水库皇帝的坟墓啊十三陵皇帝的坟墓啊皇帝的走路那个尸体是个鬼那收尸鬼Oh
还身体吗？哎，对呀、啊，还身体吗？还最后还身体吗？哈哈哈哈哈！就你们这些问题，一问人就问的人心都软硬了。哈哈哈哈哈！就是这个理论，哎，你知道咱沈阳啥是转运啥不出来？哎，你问这个套路忙过来了，沈阳反过来套过去，转运啥不出来？这是理论。有的都被问了，呼吸都有点不困难了。哈哈哈哈哈！是我们现在能够看禅宗里面这些语录啊，能看，公案能看，能看了啊。师傅原来录了一套那个，就是《地眼集》是吗？地眼集，那个我们现在可以去吗？可以。嗯，所以我们可以到多少个？哎，把这个贴在那啊。嗯。他说修的，请他背过来去，去一带吧。别。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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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对，我们现在就是大手印哈，大手印，大手印心经，中阴经，中阴，心经，心经，心经还没来，还没，这个，不是有啊，不是有的吗？镇江有的，翻译好有啊，哎，翻译好，什么？镇江集，镇江集这个作用翻译对翻落不行的。对，录的就不太好，对不行啊。哎，就是这个时代都有最好，哎，都有最好。录音棚是人家录音棚嘛，音乐修院的，音乐修院录音棚。那个是，这里面讲的，那个里面又花点钱，所以他们为啥不讲下去呢？那些人家怕花钱，因为人家录音棚要钱的，这不是我们的单位，人家音乐修院的，可能还不允许你录，有些说唱歌的钢琴，哪种是佛佛学的。不肯弄的，还是通过漏子啊，看弄，人家弄笔钱嘛，人家，哎呦妈呀，花钱啊！他们一到听经，我们听经嘛，从来不花钱呢、啊，先听经花钱啊，人家不要钱，人家要钱。他们讲完了没有？先思考，对，就是横竖大水印，那个也不能再翻落，电影节不能再翻落嘛。可以啊，听经中也可以。听经的妈妈说话可以的。那个听听可以的，编辑，哎，编辑，我们对一套，我们增加一套，流通听听。那个北京人翻的，北京人翻的，北京人啊，就算是你全套的，那么你的这个七二盘了，还用北京也可以从西安那边翻了过去。七二盘是什么？就是讲的。你这是什么？啊，全部的。啊，全部的。哎。今天学月的是最好，专业不错，连三门都用还不好，有了激光台那就对，这是最好，哎，有那是最好，我能下次，哎，那就一定不够坏，对，哎，那这个要能有这个。这个要跟人家谈呀，要你要原来的资源比较好，那给你谈过了。我这样子我们讲房子都给你讲坏了，哎呦，都快挤坏了，这冰箱也挤坏了，是不是？都挤坏了。嗯。在哪里讲的呢？就是在上海一个人家。哦，一个人家。哎。冰云姐，你是在浙江温州讲的？哎，对，在温州讲。对。那个人都挺多。对。就是医院分。就是那个大声讲的，一讲人也多，都来了。先不知道，后来肚子都跑出来了，是吧？哦，这房间，那不行，不行，他发火了，都给弄坏了，都弄坏了。你看，我们镇江这个一套，还是那个要感谢那个陈文哲呢。陈文哲支持。陈文哲才不要弄。对。他得把这答应洗掉一洗。嗯。啊，有记得哦，记得哟。嗯。跟他联系和他们。陈文德现在还有什么陈文德？陈文德，他们那个是当时的，他们那个是就是直接说三六年那个。哎哎，
现在我都不搞了，现在我都不搞了，现在不搞了。知道你这个就是亲戚在哪儿讲的呢？在上海吧？就是上海。对，尤其是上海是农村。你的住址不是在三亚，住的地方都错了，翻译错了。还是别住好。但是这，是不是你在改的吗？现在好像没改。你还没改好呀？没改好。还有功夫去改呢，这有功夫，要有时间，把这事改出来，他们来运作。改出来再用，不改出来是不能用，写得一塌糊涂。那比如错误，句子也不通。嗯。哦。句子也不通，不是？是不是你这个横幅大写，就是谁把它写出来吧？还有一步步的写啊，一步写啊。横幅大寺一步他们在海南口、海南岛啊、海口啊，在大勇他们啊，差不多了。啊，你这里我这里是26盘都想挺好了。横幅大寺也26盘呢。哎。因为我们是20盘。20盘。啊，这怎么搞？差不多了。等我来改，等我来改。现在我心情还没拿得太好。亲戚他们写好在上海买的，你没功夫去改，你看，东跑西跑的还，那个去就不跑就好，是吧？啊，是吧？你就下半年你就别跑了，到时候出来你就站了，改把这改好是跑吗？改好，不能改吗？坐下来是吧？家里边人家找不到，是吧？家里边人家找不到。找到，找到了嘛？就是说，怎么会找到？这个现在到哪里都被跟到哪里。改好了，把它印出来。这个编辑还是我讲的是宋子明跟你这个字。对。其实是我改过了，不改过也不能登啊。哦。宋子明现在还不行啊。现在也不行哦。不行，有道就是写的这不行。哦。哎，我说不行啊！你这个真是给人笑话的，不行这句子。哦。是改过，是吧？才发到这个，才上面联系登的，联系登。有没有单行本呢？没单行本。没单行本。哎，这个发这个，现在可以把它摆进去就可以。哎，摆在这个佛教的，复印，复印，就在新药。哎，摆在这里面。摆在本呢？哎，还没摆。现在你们有吗？我没摆啊。那可以摆。没有吧？有把它摆进去。呀，我这个地方陈设置还是挺的呢。你看一下，我明天带着来看看呢。哎。哎，那我记得我还去了呢，前海微博是我都是。前海微博，未来。哎，对。哎，三未来。啊，微博在未来。未来。嗯。那个肺癌的讲座。嗯。可以插进去。对，应该插进去。这个是你改过的吗？哦，改过的，登出来是改的。哎，那三海未来是没讲过，是自己写的。自己写出来的。没想到容易在那面，没讲过。就是写出来的。嗯。嗯。那个别人讲的，统统改。都改过了。还有好多讲的没写出来，后来宋子明写，宋子明你不要写嘛，你写的也不行，啊，我还都自己改。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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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过也不行，是吧？都来还好多遍没写出来，他没写出来。哦，我讲的不少了。嗯。这是蛮讨厌，挺实在的写出来，写的就是好。就会打折扣了。哎，都打折扣。嗯。不改过不行，他自己还送你的。哈哈哈哈哈。有个是他们讲春秀奇谈，他们三亚是最近奇谈。这就好了，不教了，教我教你们念了。啊，那个符给他看看，你们看。那个符很多，对不对？后边后边，后边。这符是道教的吧？啊，我是道。灰金刚的符。啊，灰金刚的。哎，这个多少宝贝都吃这个符，都会吃得好。他说顺序不知道什么话哎，顺序要用这个。哎呀，还没从这边换花这边来。我找，他这个是雷劈过来的，雷劈木的。是哪个地方？这是印，有的啊，这是印，这个考验属性的，很要求高的。这就是如来令，你看，就像道教一样，这就如来令不是道教的。嗯嗯，接受是不是？大吉大利，如来令现状去变，那这是佛，这是印，这是佛。天龙八部要列了，哎，贵病住宿生，贵病。
都是看见过的，真空自在。那这是佛，这么多的佛、啊，这都是佛啊。那实际上接到一人是三病，三个是三病，称子一念长寿，一切是大神念和大神念的。哎呀，不得了！哎呦，不是你住，哎呦，很住嘛，住游客，住游客就是住。到福州住住，住到村子，天明了，天明了，因为年年再有天地同寿，哎呦，不得令人见死不欢。天地同寿，你看到吗？知道，那有人坏，一切病，一直不舒服，接着住住，那人舒服村子的，哎，年年一寿。这不仅仅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发生的，是不仅佛，叫你们念个字啊！不仅仅啊，哎呀，这个是牟尼时期的讲的。有手印吧？啊，就是个手印。人家也是个手印。哦，还有手印。手印，手印是什么？这讲的不金刚的法，这也是断袖的。断袖要用雷劈过的铜锣。招魂，招魂印。啊，这印的是。啊，招魂印。招魂，你看一下，看看，你看前面，看看，我王家的金。他是烧的，没烧的，这也是燃烧。人死了，一个死人就是下点的时候把你焚烧，开始回来，找回来。你把这些证明，那一天你看一下，他好就是的，治病的，治病的，有治病的，哎，治病治病的，镇定，哎，镇定，哎，治镇的一个五路印，哎，五路印，哎，对，慢慢看下去，有召唤印，没报应，对吧？听说还有一种叫勾章印的，也是招魂的。没招魂。因为以前做梦，有的人在教我什么勾章印，现在没出梦去了。勾章不是勾章，勾章，勾章是吧？勾章，你终于过来。哎，招就是那个，主动是这样的。我都忘了，我哪就是飞机飞起来。哎，动动啊！哎，动动，招了，招了。哎，还摸摸摸。终止。好的，嗯，来，这个爷爷下来了啊，哎哎，下来，就是两个肚子多，哎，哈哈哈哈哈哈，感觉嘿嘿嘻，咚咚，嘿嘿嘻，咚咚，哈哈哈哈哈哈，咚咚，嘿嘿嘻，咚咚，哈哈哈哈哈哈，看下去啊！那个别的都没穿，哈哈哈哈哈哈！
去吧。下面一句话是什么？这个是这里住是哪个城里的？我们住的。住的哦。嗯哦，是不是他什么都不懂？不过他懂，懂了。而且师傅又拜了什么道教的，啊、嗯，又是什么什么教的，哈哈哈哈哈。他就很多嘛。他就很多，啊，又是做什么功夫，还有剑侠的，我都不要学。剑侠啊，剑侠。那你这个话很有神学呢？啊，神学。第一，整个身上，很多人啪一下都打倒。这个都是这样讲的。哎，有了吧？病人临命时，这皆仅五路印。哎，自己心上高声诵真言108遍。哎，魂魄还子。哎，有了吧？不是有了吧？哎，你看看，你怎么写吧？左右看到这样。名字，哎，看清楚。七象掌中。哎，五八子直立。七象掌中。五八大子直立。哎。什么？余八子皆直立。余八子皆直立啊！哦，就这样子。他这句就讲这么简单。你看，两两相合吗？你看看，怎么相合？没有相。看看详细啊。左右无名指，七相掌。七相掌中。余八子。余八子皆直立。不要合啊。我没有讲。我没有讲。没讲。对的是怎么样？对的死人，那对的谁啊？没有讲。先生没讲。他知道至于心上高声诵，哎，至于心上高声诵真言，高声诵真言，哎，是吧？你没看啊？至于心上，他至于死人心上没有讲，就是心上，对的，至于死人心上，肯定的，至于死人心上，别管找回来要，是最重要的，哎，所以你记住，至于死人心上，念咒108遍是吧？108遍，注意，就定的。可以啊，我把它今天今天去了公啊，哎，这样快点，他怎么过来？就缓缓的，缓缓过来，缓缓过来了，服了，啊，现在变成狮子。不是，经常说他是，哎呦，是这个两个成语。不见的，哎，哪一位？山东要喊过去了，山东。啊，好好的，沈过来。哎，沈过来吗？是你啊？喂，哪一位？啊？经常的，你找上司吗？哎呦，他不是传教士，不晓得个传教士，你还是传教士？来，我到山里来。喂，啊，上司来，对，找回来，关照回来，对，一个月给你一个月时间。我一个月就过生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你问他，你死过要什么感觉？你说他能记得到，记得住吧？这种记得住，我告诉他听完，真的你知道，就是我在这个叫什么地方，黄岩，黄岩，你知道吧？是讲黄岩，黄岩讲这个时候，有个人，他的。气功协会会长，他无对这个佛教真相，不是真相呢，我亲身体会过，亲身体会过什么？他有一次到医院里来是身体稍微不大舒服，就尿痒，单位里边的尿痒，尿痒是嘛？这个医院里生病的很多啊，说病友啊，都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可以去打牌了？打牌了，他在后面看什么？看起来很多啊，他是喝里的甜蜜片子。他就忽然看到空中一个人走，一个穿红衣的女人拿个扇子走。啊，叫一个人的名字。哎，我这肚子不就跟他走了？我的手就走了。走了一个地方，说你站在等着啊，不要进去啊，看一个大铁门，大铜钉都钉上的地方。两个大字，名符两个大字。他等了很多时间不出来嘛，那我就进去了，我进去，就刚刚进去，跟着，快哭的死去活来，他知道眼睛哭是瞎了一只眼啊，再哭下去啊，那两个眼都不够，
请你来就帮助我解决问题，娶我妈妈，哎呀，还有你帮助我妈妈，不要不要，因为家里没钱了，他哭了伤心，我生活也是很困难，哎，你要帮帮我吧，我就妈妈请你，给我抚养，没答应，哦，可以，答应答应答应，好，答应你赶快走，赶快走，然后等我就呼一回回来，他到那个医院，我突然一落，突然一落，那些人，哎呀，好了好了，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这人都醒过来，看见我什么？哎呦，那是吧？这么悲观呢？他就是养的奇怪，这么橡皮老是推走什么啊？就是，哎，刚才你怎么走两步就没气了？是啥呀？一点点不顺畅了。他到了七万七了，他就昏着了。看到这个没气了，赶快去医院给抢救了，你醒过来。哎呦，到最后还是个死人，去看看，回想看看，果然他的妈妈一个人口下，还是运气好，所以啊，我帮助你抚养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你再放心啊，我给你解决你生活问题了。我想，我请你莫走开，名分。还挨着你压死哦，还没有抚养的事情，我是抱个鬼门关，你也不是吃的鬼门关啊，名符嘛，名符就是鬼门关，一日门前他那时候想着想先念一句什么阿弥陀佛之类的，他也不晓得念什么阿弥陀佛，他一样的知道，他是气功的，他不懂这东西是吧，嗯，哎，你看好像我把他，我说我这个事情吓死了，他吓死了，呜，吓死了，走了，那个骚气走了，那个女，那个女的穿红衣裳的，那个女的穿着衫子，高着的，他就不知就呜呜就跟他气势，他一抬起来了，一抬就把他门栓上去了，人家骚气去了，骚风扇那个，旁边骚。哎，那个女的是十二来的，那个女的就是他们名府的，是朋友托他来找的。哎呀。你看你这么花的钱呢？北京里还有这个鬼王啊，什么东西？哦，对对对，牛头马面都有。那还有你那个说那个《地狱游记》是不是真实的吗？《地狱游记》啊，啊嗯，那可能是真实。是台湾什么？地狱游记。第一年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写了什么，但是写了很多，很写的。和济公师傅和济公婆婆一起去的，还有什么上上上上，还有天上人去。嗯，你什么时间长呢？最先天方夜谭，我天方夜谭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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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大雅是你谢承宗啊，到处谢承宗。哎，他到底是吧？谢承宗。但是这个大法是律师的嘛，这个只能天天弄的嘛。啊，那就是大邪法，邪法，谢承宗啊。正法就是这些，谢承宗就不是好法。所以太虚大师才算是，我们谢承宗呢，我不行，你的宝贝不行。哦。嗯。他传给太虚大师第一个传给他。哦。太虚大师是。我的介绍是剃度师的人，嗯，因为他出家，在东京是不收啊，嗯，我们也不认识你，到我们这里出家，所以你是介绍，嗯，哦，要介绍，那么我请太虚大师好，那挺好，你现在太虚大师接过去了，我们就给你出家，把系统给你太虚，那就是对于政界人物都丢得转的，太虚的，那还是政治的，都是转的，还是政治。不是高兴，他是就是，他跟政府人员交往，政府人员交往，哦，跟领导讲的，哎，交往，所以他是政府人员，我要出家了，去见他，好，你要出家，就上个头要给你取个名字，大禹，大禹两个字太虚给他起，哦，因为太虚大师的截图就是大字的，大运大行，哎，哎，大悲啊，大让，你就叫大禹吧。这两个都是太虚起的，西风进给东京四岁放上，是我的徒弟啊，你给他剃吧。好，他给他剃除了，啊，就剃除。所以我这个法子，这佛法里的恩啊，你是剃度就叫做，剃个性，
法律上产生非常的可能的。知道做心神动啊，就还有心神动不是正常，不是。什么？啥了吗？转呢？然后呢就是到处绕，绕了二十几年，这个大师绕了二十几年。到处绕，就心神动，人人说没。阴光也是马上阴光，所以我们施工做这个解脱歌上，解脱歌上就是太虚阴光小气快，这句话你记得。太虚阴光，两位大师，我和你们也没有气也没有快，小气气头气要好，紧密无间，快是术语。我和你们又没投机，你说你吗？是吧？这个印顺法师啊，也离太虚大师年谱我看过，去到太虚大师那地方，就大影什么大缸啊，也是入葬了，死掉了，就谁还俗，谁死掉，哪一年死掉的？去到大狱的时候，四字，下落无名，下落无名。哈哈哈哈哈！不知道。能够答应我在这儿吗？吓得我是的，他不知而已，在这儿一直也不知道。那下面是我们这个系统他成就很好的。哇，那人家上次是去什么的？哎呀，我从来没这样看过。当时那个演员是喇嘛来给你去做，对，下面一颗下山的，那个喇嘛是这样，佛佛，他住的山那干什么？下山度生。我那山的话，那称呼也比较高。他是住在哪儿？他住在他这边。师傅，你年轻的时候见过他吗？当然见过了。见过。我见过财花，一分呢，财花。微信刚才能记得了，他后面有个修慧应该好的，也是上次教给他的，是吧？上个月啊，那个就一个清楚，也不算就是死了吧，他一死他一去，马上就昏迷嘛，马上就醒了，他一走马上又昏迷，又昏迷，他说我衣服的衣服能待在这里，他就他眼睛也瞎了，一直这样。就是学不完呢，太多了。就学不完。修不完呢。方面也多了，事情也多了。哈哈哈哈哈！是中间一个推官，就等于是我们这个法官一样的一个推官，来看两山。梁山问他：“阁下做什么业务啊？做推官。”哦，那么梁山就把父子，他推的这个吗？他推的这个吗？推官答不出来了。那正好，迎接的徒弟三圣嘛，三圣就是在梁山那个两队的三圣，就是去问三圣，还跟我在那里迎接呢，去问三圣看他。银色鸟，银色鸟就是家伙的两分。哦，银色鸟。银色鸟法嘛。